本次航展新式黑科技亮相太多，只说精华。本期视频全场硬核高能，一定要认真听我讲完。据说空军所有的作战装备中，保密等级最高的是无人机，尤其是战略级无人机，那更是绝密。我身后的这两款就是属于绝密级别的重磅无人机真机，这是无侦七的首次公开亮相，它能在接近20000米的高空持续飞行15小时左右。而无侦八是我眼中真正的黑科技，作为战略无人机，它能隐身，能超音速，同时具备在太空边缘巡航的能力，这是其他国家目前还不具备的。现在你们能看到它们，说明我们在无人机这一块已经有足够的自信了。这个就是所谓的工业皇冠上的明珠，它的每个叶片都能换一辆轿车。这是海军的一体化海防系统，这是火箭家族，这是它的三级构造，这是火箭发动机，这是防空雷达，这是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，这是嫦娥五号月球探测器，这是新一代的载人飞船返回舱。关注我，带你看最新鲜最震撼的航展视频。